旧版中的星下三三选择第五题，下图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EF， AB 线段 AB 等于线段 AE， 角 B 等于角 E， 这下列结论哪一个不一定成立？先看 A 选项，因为全等，所以边对边角一定约对角，所以 AB 等于 AE 绝 AE。AC 等于 AF 绝对成立，然后先看 C 选项 ，EF 变 EF 一定会等于 BC， 这绝对也成立。然后角 EAB 跟角 EAB 等于角 FAC， 角 EAB 角 EAB 是先看这里，角一加角二是等于这个角。一定会等于角二加角三这个角，因为两个是全等的。角一加角二等于角二加角三，两个角二约掉，所以角一等于角三，就等于角 EAB 等于角 FAC， 所以故选 B。